倒是女星们呢，个个身材窈窕，怎么样维持，向来都是很多粉丝讨论的话题。像是呢，好莱坞女星黛米摩尔呢，在 Twitter 跟粉丝大方的分享她减肥的妙招，其中不吃正餐只喝柠檬水的减肥法跟排毒减肥法都让她成功的甩肉。但是医生说了，突然断食只喝柠檬汁，减重效果是有限，长期使用呢，可能会发生骨质疏松跟胃溃疡的问题。天使脸孔，魔鬼身材，48岁的黛米摩尔身材完全没走样，还越来越苗条，这么神奇，原来是有 paper。 大方在 Twitter 分享减肥方法，黛米摩尔就是使用这一招干净计划排毒减肥法，21天当中天天只喝2次特定流质，不吃任何食物。火辣性感知名歌手碧昂斯也有减重秘方，10天不吃正餐，只喝加了枫糖浆、辣椒粉的柠檬水，成功甩肉9公斤。因为他就是比较倾向就是给你说等啊一番方法，可是这种方法通常短时间实行好像还好，可是如果你实行的时间蛮久，而常常在重复使用的话，其实效果也不怎么样。长时间不吃正餐，只靠流质饮品的极端减肥法，医生不推荐，因为后遗症不少。这种方法吃久了，会让你的这个骨质疏松程度，或者是你的胃溃疡的程度，这些都会什么，无形中会把它的危险性加高。维持魔鬼身材，女星各出奇招，但恐怕身材瘦了，健康也没了。中天新闻陈怡凡、黄文珍台北采访报道。